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以及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首届粤港澳广东省第十一届中青年戏剧演艺大赛潮剧赛区的决赛现场。今天下午是我们本次大赛的第四场比赛。经过了3年的磨砺和准备，相信各位选手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在演艺大赛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风采。我们期待大家能在本次大赛中赛出风格、赛出成绩、赛出友谊。首先，我还是要非常隆重地向大家来介绍本次大赛的7位专家评委，他们是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得主、潮剧表演艺术家方展荣，欢迎您。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省文联原一级巡视员、广东汉剧表演艺术家李先花，欢迎您。省文联副主席、省剧学原主席、粤剧表演艺术家倪慧英，欢迎您。汕头文化学校原是剧协主席、潮剧表演艺术家郑顺英，欢迎您。国家一级演员、潮剧表演艺术家林柔嘉，欢迎您。汕尾市剧协主席、白字戏表演艺术家吴佩锦，欢迎您。下面我来宣布广东省第十一届中青年戏剧演艺大赛潮剧赛区的比赛规则。参赛的演员按照行当报名参赛，分为3个组别，按照所在的组别由分数高低排名评出金银铜奖。本届大赛的金银铜奖的获奖比例分别为20%、25%和35%，另有20%的参赛选手颁发参演奖。为保证大赛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大赛采取评委现场量分的方式，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所剩的分值的平均分为选手的最终得分。表演类和器乐类的第一场比赛，前3个参赛剧目暂不量分，在第4个参赛剧目演出结束以后开始逐一量分。如果出现现场的显示分数与评委的纸质签名分数有出入的情况，以评委的纸质签名分数为准。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今天参赛的第一位选手。今天参赛的一号选手 C 组的辛培荣，参赛剧目《夜探浮山》，扮演角色贺天宝，请欣赏。怪死你，
光明公正啊啊将马车郎放进岗今拜不忘你到底那么为此两枚发梦岗又当那主啊下贵妃贵金王啊不放下兵忙啊忙啊忙啊
李红妹，我李红兄，王翠，素少将为操，母爱明梦才会昂，灭唐普刷强恩高，派传命山势凶险，大路崎岖，昂名四点门岭，结束在。红了这座门，四处念小车，回机会。现在有一可疑之人抢进我山，这主人点起灯往回跑，马当水。Thank you.
将厉害，不免害我埋伏多次，直逼上衣进西厢。谢谢我们的一号选手，请我们的一号选手到前台来。辛培荣，辛苦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评委老师为我们的一号选手辛培荣来打分，我们一起来期待你的成绩。96.58分，95.21分，96.06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一号选手辛培荣最后得分96.17分，祝贺你，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二号 B 组的参赛选手郑建彪，他的参赛剧目是徐策跑城，扮演角色徐策，请欣赏。
回想啊，一子弟莫道王朝总不保，只定来走。这边太我顶着小老推开救定，王子不才之地，且来生命凶将有，不用说。
帅，望秋的海不及安。素能不明，这边是捏结冰框。乐，哪个这边？就说啥这细钢。好啊，好啊！今夜我结束规定。白姓娘，下下十影，爱为白，接来走奔，就敢插那地主诶！一个无心，无听我出声，明兵攻草叶，换。如此，还是得靠爹爹修息。嗯。Thank you.
好。好的，谢谢我们的二号选手郑建彪，请到前台来。你好，建彪，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你的成绩。有请各位评委老师为我们的二号选手郑建彪来打分。好的，我们看到成绩已经出来了。各位评委老师为郑建彪打出来的分数分别是95.88分、95.95分、96分、96.08分、96.85分、95.65分、95.88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二号选手郑建彪的最后得分是95.95分，祝贺你，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三号 A 组的参赛选手刘英妮，她的参赛剧目是《情钩》，扮演角色严西娇，请欣赏。水井来流谢你家谢你家哈娘谢掉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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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应该是宋公明如何来找我送命啊Yes.
是从哪界？这是佢的容貌。太爱狂是不可为妙。王氏不退庙，哈！红楼梦，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三号选手刘英妮，请你到前台来。感谢你的表演，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期待评委老师给你打出的成绩。好的，我们请评委老师为三号选手刘英妮来打分。好的，我们看到成绩已经出来了，各位评委老师为三号选手刘英妮打出来的成绩是96.35分、96.12分、96分、97.39分、96.98分、96.24分、96.63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三号选手刘英妮的最后得分96.46分，祝贺你。好的，请稍事休息，谢谢。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四号 A 组的参赛选手邱思婷，她参赛的剧目是《行审》，饰演角色杨乃武，请欣赏。喝了，给送。
乃不乐水乐模糊都糊乃是王王断囊难讲是难可是王王啊王王的是不该念了模糊都糊这是同甘谋命同甘谋命会不会从新酒来断囊啊糊涂糊，本是王王，同甘共命，竟是荒唐。求大人，民家高兴，姓王李王。我密使已经召见乐皇家高明，来将兴事好。公请求经，即听受
好。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四号选手邱思婷，请到前面来，辛苦了。好，我们一起来期待你的成绩。接下来有请各位评委老师为我们的四号选手邱思婷来打分。好的，我们看到成绩已经出来了。各位评委老师为四号选手邱思婷打出的成绩是95.91分、97.01分、97分、97.58分、97.07分、96.76分、97.31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四号选手邱思婷最后得分97.03分。祝贺你，非常不错的成绩。请稍事休息。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五号参赛选手刘萧红，他的参赛剧目是《大批官》，饰演角色田氏，请欣赏。光起起
爱可谢谢林萧红，有请五号选手林萧红到前台来。我们一起来请评委老师为五号选手林萧红打分，我们一起来期待你的成绩。好的，我们看到成绩已经出来了。各位评委老师为林萧红打出的分数是
九十七点三一分，九十七点四三分，九十七点四五分，九十七点三八分，九十七点六八分，九十七点三九分，九十七点四九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五号选手林萧红最后得分九十七点四三分，非常不错的成绩，祝贺你，请稍事休息。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前面的五位选手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比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十分钟的中场休息，大家十分钟后再见。欢迎大家来到比赛的现场，我们继续我们的比赛，接下来我们有请六号 C 组的参赛选手邱子怡，他的参赛剧目是乾元山，饰演角色哪吒，掌声欢迎。
阳是多有劲，花阳是多。是何能？我见哪吒，我被你整，是我都教我有嘛？这四十朝把字写落，见到相通朝见，莫相通把字教开。有点啰嗦，台说。哼，我哪吒也不是好家的，台说。Thank you.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六号选手邱子怡，子怡请到前面来，辛苦了。好，请站到这里，我们请评委老师为我们的六号选手邱子怡来打分，我们一起来期待你的成绩。好的，我们看到成绩已经出来了，评委老师们为六号选手邱子怡打出的分数分别是97.01分、97.85分、97.01分、96.36分、97.80分、96.67分和96.85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六号选手邱子怡最后得分97.07分，不错的成绩，祝贺你。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七号 A 组的参赛选手林洁燕上场，她的参赛剧目是《死谏》，饰演的角色杨淑英，请欣赏。老爷为命做主，为我弟弟兴旺兴旺。
母在高。你不怕有事这谁为救弟弟何故这事？好啊，林半事我
心里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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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疼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七号选手林洁燕，洁燕请到前面来。好的，辛苦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评委老师给你打出的分数。好的，我们看到成绩已经出来了，听到了大家的掌声。评委老师们为七号选手林洁燕打出的分数分别是97.70分、97.91分、97.97分、97.79分、97.95分、97.85分、97.83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七号选手林洁燕最后得分97.87分，非常不错的成绩，祝贺你，请稍事休息，谢谢。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八号 A 组的参赛选手欧彩纯，他的参赛剧目是杜十娘投江，扮演角色杜十娘，请欣赏。我爹啊，不用我出街请老人子，我只会这错孽用把他为了这错孽。你讲十年我对不起了啊，把我葬你！
去白当三彩命，那不会
留这么多的珠宝，咋在？哎呀，咱呢，你就王良我吧，从今毛我真心爱了，永不变心。李家。心随着醉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八号选手欧彩纯，请您到前面来，彩纯。好，请彩纯到我们前台来。完成了你的演出，谢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评委老师为我们的八号选手欧彩纯来打分。我们一起来期待你的成绩。好的，我们看到成绩已经出来了，评委老师们为八号选手欧彩纯打出的分数分别是96.11分、97.12分、97.70分、96.80分、97.02分、96.75分和97.25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八号选手欧彩纯的最后得分是96.99分。祝贺你，谢谢，请稍事休息。接下来我们即将请出本场的最后一名九号 B 组的参赛选手陈立山，他的参赛剧目是《问天》，饰演角色祥林嫂，请欣赏。心情空
老家口海直挂窗望，想念着这些叫黄河出的错，求温柔让人心我不幽默，大人见我七心鬼，嫌我说话太啰嗦，上海见我如见鬼，当地相爱三地多，一道水两条门烂连锁鬼刚头来啊，黄金少帝中门you
老头都骗我，骗我，骗我，都骗我，骗了我，直接进牢，我是家父，少皇见我心如金刀，我明显进狼心，该多心有红中飞黄，听到表情在身上困锁，滴滴滴滴滴，空命已降临。谢谢谢谢我们的九号选手陈立山，立山请到前面来。完成了你的比赛，心情比较轻松了。好的，那我们一起来期待你的成绩。我们请评委老师为九号选手陈立山来打分。好的，我们看到成绩已经出来了，评委老师们为九号选手陈立山打出的分数是97.31分、97.55分、97.89分、97.92分、97.78分、97.57分、97.75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九号选手最终得分97.69分。祝贺陈立山，谢谢各位现场以及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首届粤港澳广东省第11届中青年戏剧演艺大赛的第4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选手的精彩演绎，感谢各位评委老师们的辛勤劳动，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的下一场比赛是在今天晚上，让我们不见不散，再见。有请各位评委老师和我们的选手来上台合影留念，有请。
有事，哪可乐在？多少事情会追着来，太丁太矮，但有自在。巧起退去，家己换卖，多少失败，做了定爱。多少悲欢，一生乞拜，太丁太矮。当有好迈，强敌退去，拢是难猜。情大情莫挑，步步拢是歹。何时该娶你该大气派，就算难成功，这个心强敌强敌强出好。一路胎有四脚拢共，有四脚双摆，行来行去提升，拢度当个世界。为了钱，为了爱，一定着改家己行菜。多少失败，做了定爱，多少悲欢。一生乞拜，太顶太矮，当有豪迈，强敌退去，拢是难猜。